填上姓名及电话，帮我投入中间的摸彩箱。中的部分清查，那
个人团队表演表扬，还有第三项是我们社福的摸彩抽奖。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角，本县的各单位的志工队入场。第一队先欢迎三龙社协志工队，三龙社协社福志工队。第二队西莒传统技艺协会，进场，有我们的消防局的凤凰志工队进场。欢呼声不要断，继续。马祖红十字会社福志工队进场。第五队有我们的产发处的绿美发志工队进场，掌声。第六队有我们的环资局环境教育志工队进场，掌声欢呼声。七队有我们的教育处的家庭教育志工队，哇，还有一群小天使们一起进场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大家掌声不要断哈，谢谢。哇，第八队是由我们的卫福局新住民志工队，充满了浓浓的异国风。沿江县，谢谢大家的他们的热烈的掌声。接下来便是今天活动的高潮环节，特别邀请我们志愿服务单位志工团队带来，由志工们亲自筹划，充满热情与魅力的演出。接下来有黄女黄理事长出席，还有我们的议员陈立平议员，谢谢我们行政委员代表为我们评审出这么多的。Time!
用电安全，慎防电器火灾，奉忙志工关心您。谢谢我们的凤凰志工队带来的消防安全宣导。先给刚刚所有志工表演的团体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我想，我刚刚有戴一个口罩，橘色的口罩，好，我等会儿再讲原因。啊，今天是国际志工日啊，它是在1985年12月5号，是国际志工日。那联合国为了感谢我们志工团体的付出，特别选在这一天当作我们的国际志工日，所以我们的志工都非常辛苦，而且非常热心啊！大家给我们所有的志工再一次热烈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也欢迎将来，大家有时间啊，尽量加入志工。我们自己，包括我们退休公务员啊，我都鼓励大家来加入我们志工团体。那除了今天是国际志工日以外呢？各位可以看到一个，我今天在1960年，有一个这个三个，我记得是多米尼加的妇女啊，受到迫害，结果在1999年，联合国就宣布为11月25号这一天为终止国际妇女受暴日。那其实今天呢、啊，在马祖啊，各位看看我们妇女同胞。不管是志工也好，还是妇女也好，今天参与的人数我估计一下，1/3以上是妇女，所以在马祖啊，绝对不容许我们妇女受暴。其实不只是终止妇女受暴日，只要左右邻居家里有知道谁受暴，我们都会勇于跳出来。690号，涂淑婷小姐有在现场吗？好，有在现场吗？国语先生有在现场啊？哦，小姐，拍谁啦？我把你认错了，认成男生了。还有志工们勉励几句，来听听掌声。首先啊，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所有各个志工团体参与今天的这个国际志工日。先给大家一个热烈掌声。虽然刚才有造型奖，有这个创意奖，有魅力奖，大家通通得奖。刚才在评分之前，我们几位评审委员坐在那边嘛，一开始我就在讲，今天每一个志工上台表演，至少80分以上付出贡献。我们这边人数不多，我刚才也在讲，很多志工都是身兼好几个志工，这个更要感谢身兼几个以上志工的，至少两个。我知道在场的志工大概都是，特别要感谢今天举光哪一个在场吧？我们感谢这个，我们是冠然处长建议，将来要加一个叫乘风破浪奖。我们举光特地乘风破浪来参加我们这个秘密团体活动，特别在
这当然得主了。今天我们感谢曹官员、贵宾员、阿斌，阿斌今天老婆都来了啊。好，真的代表县政府，代表所有的乡亲，要感谢我们所有职工的付出，再次表达我们最诚挚的谢意，谢谢大家，当然多喝几杯，好吧？谢谢。谢谢秘书长。感谢各位好。今天既然有幸代表连江县议会的议员们跟所有的职工朋友们，真的要感谢你们对连江县每一个区块，包含凤凰之路也好，包含社区之路也好，真的，我们议会的所有的民意代表，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职工朋友们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。谢谢曹议员，请日利用项目学习新知，实为。